态度。他应该是很小咖，怎么会是？我还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谈到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被剪掉羁押的马志威，柯文哲第一时间嫌称对方太小咖，自己不太认识，被挖出多次同框合照，这才又改口。这也是我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你知道吗？要相信众人的智慧超越个人的智慧。民众党六号火速开除马志威党籍，柯文哲更以众人智慧超越个人智慧，疑似想替自己开脱。不过柯文哲曾公开称赞马志威人才，早在去年六月就宣布桃园第一选区立委，让他选。那看到一个认真的网络，那你是选那个卢竹的卢竹龟山吗？柯文哲立在马志威不像是先前所说不认识，更被踢爆这个时间点民众党中央委员会根本都还没核准参选名单。柯文哲说话了，那里面内部所谓柯派系的人嘛，那他就知道该怎么去动作。那我觉得他的整个投机的心态也是导致于他这一次就是说要力排众议，想要来推荐马志威。不止前民众党地方干部透露，根据媒体报道，去年七月十二号民众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柯文哲强硬推出马志威，不过遭到十多位中央委员反对或弃权，赞成者只有柯文哲和柯文哲嫡系人马冯启彦，最终挡下这项提名。主席一个一个问，然后就一个一个拒绝，他在心情不那么美丽之下，还是尊重我们中央委员会整个踩刹车的整个状况。如果被你称为小咖的马志威都能够收下中国百万资金，那么请问大咖是谁呢？尽管民众党中央委员跳出来缓颊，认为党内仍有机制，不过马志威就算以无党籍参选，所有文宣出席场合狂蹭柯文哲，民众党似乎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出了事才紧急切割，难免被质疑，没被抓到就能当没事。三十五元算侯强台北怎么